对呀、啊，真是的，是把它贴成胡子啦。你是玩音乐的人呢、欸，不是。你现在收看的是蓝色旋律，走进蓝色，走入你的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蓝色旋律。我是小克，在我右手边是春子工作室的小宝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宝，我来自台中师大区中坜眷村。然后我们的团队叫春子，春子是种子的子。对，那我们主要是在推广我们中坜眷村这个地方跟原住民的文化。原住民的文化，那刚好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。我可以稍微看一下吗？这个是也是所有的就是中坜眷村的所有地图是吗？哦，那这都是我们自己团队的设计的，对，自己设计。那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你们就推广原住民这个文化这么有兴趣？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算是眷村嘛，是。那他因为很多的外省人，哦，对，那早期的时候，有一些。外省人他们会进去部落里面去找老婆，那有一些母们他们就在早期的时候就会嫁给这些外省人，你是外省人就有钱吗？跟军人吧，有保障这样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他们可能迁徙啊，懂吗？然后可能就在我们那边定居下来，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，然后繁衍后代，这样慢慢的就留在那里。对，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那里是都市，是，所以工作机会相对的多，嗯，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是到台中那里上班，然后因为我们那边属于郊区，所以生活开销比较不会大，就是不会来的像市区这么的就昂贵，对，很辛苦这样，对对对，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就定居在那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族人都在那边，然后可能就会一个一个迁一个，一个迁一个，一起回来。
对。那你们在推广文化，你们是怎么去促成的？因为你们像尾声在那边嘛，然后对社区的营造跟发展都有想法。那在原住民这一块，你们是怎么去推动的？我本身我的鲁妈是三地门妈村，她就是嫁给外省过去的，所以我在做这一块，我比较会有那个想法跟那个使命感，使命感觉得这一块是可以做的，因为在我们那边，真的原住民非常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桌上的这些产品，就是他们当地的，中医眷村当地的那个比较有相关的原住民相关的，就是红梨茶。红梨，这个是我们卢凯族的一个吴阿姨她自己自家种的红梨。对，然后她这个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卢凯族的吴阿姨，她自己种的那个红梨这样，然后我们搭配梅子泡的话，蛮好喝的。蛮好喝的。对，那这个比较原住民那。其他的话，像是这个咖啡豆，这个是我们有出豆子的跟绿挂的哦，挂耳式的，对，就挂耳式的会比较方便啊。对，那我们有耶加雪菲的豆子跟阿拉比卡的豆子这样。那比较有意义的是这一部分，我们会提拨每一包，我们提拨150元给我们当地的教会哦，对，因为我们那教会有推那个客服班，客服班对，然后有一些做一些回馈，小孩子会在那边读书啊，那资源部分我们这边会就会提供。所以你们自己也有在做这件事情。对。哦，那这个呢？那个是我们在地的那个林大哥。林大哥。他的茶。我也姓林啊。他的茶。他的茶。对，在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也是就是茶行这样，有红茶、红茶乌龙，他还有其他的，我只带了他我们那边有卖的这两种。所以这个是红茶。对，还有乌龙茶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。这也是我们自己团队设计的明信片，这个好喜欢哦。那它，对，我们打开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想要这些，我想要这个。你知道吗？你有那个美感，美感的。当然啦、啊，这个这与生俱来的。这个都手绘的呢。你有没有听过四个字叫天生丽质？我除了外表是这样子，你非常美感，完全不理我。这个要拆你，可不可以呀、啊？我们这个时间不是，哦，我被扣钱了。这个为什么它是飞机？嗯，我们那边刚刚没有讲到，我们那边是空军哦，空军基地在我们那里。空军基地对，在我们那边，所以飞机在我们那边很常听到了。那我可以去那边做空军一号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在那边，我们那边，你可能会疯掉。哦，那我要做什么？玩音乐的部分。玩音乐的部分，那就跟我的空军一号完全没关系啊。OK， 这 是用那边的艺术家画的吗？对，都我们的团队的。有没有介绍一下那个艺术家？明宏，这叫明宏。对，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都有介绍。都有。OK。这也是他画的。哇，好多、哦。这我们书房的。书房的。我们那边有日治时代留下来的房舍。哦。对，那现在存的，现在还保存两条啦。就是真的是传统的日治的。对，日治时代那时候就保存。啊，这个是我们那个地方的，算是一个。集结起来就是菜园啊、书房啊，就是地区性，然后把它集合。这个叫小红。小红。对，小红就是。为什么叫小红？它的现在叫小红设计师。刚那个是明红嘛？对，它是比较可爱的风格。嗯，对。就是有两个设计师，一个叫明红，一个叫小红。对。哦。那如果有、有兴趣的话，搜寻这个村子工作室。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谢谢小宝。那我们就进行蓝色小游戏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蓝色小游戏。好，欢迎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小宝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进行一连串的游戏了。是，大家准备好吗？今天我们有处罚给大家啦，所以就是还是要赢，知道吗？还是要赢。我现在有点忐忑不安。不要忐忑不安。好，我先解释一下，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我们要来一个猜歌比赛。对，等一下的歌曲几乎偏向老歌类型。哦，那我 OK 吧？小心一点啦。不要碰我的肩，不要碰我的肩。已经开始了吗？比赛好。那等一下呢？游戏规则是这样，有没有看到桌上的贴纸？是。等一下呢，就是每一题如果猜对的人就可以贴猜错的人的脸，你就随便选，你就觉得他到底适合哪一个，你就把它贴在他脸上。我觉得我会被阴哎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大魔王，就是全部加总起来最输的那个人，我们等一下会在他的手臂上
对，在他的皮肤上粘一个就是我们的贴纸，然后我们就是快速的把它撕掉，让他有感受一下他的那个皮肤的部分，这个快干的部分。好了，不要这样子，就是、這樣不要这样。好啊，那我们要进行第一题喽。要抢答，哎、欸，对，桌上有这个抢答，抢答的部分，对对对，一定要对准按了。对，要按，要一定要抢到、喔、才算才可以答题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要接下来进行第一题喽。好，第一题，音乐前奏请放。你要拿起来。我要拿哦。张惠妹的啊。姐妹啊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样子。这样不算呢、欸，没有，不是评分嘛？因为我们已经我们是讲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这种讲好、啊，我就讲张惠妹啊，你就姐妹啊。你要拿起来，啊、来，等一下，好，算小宝，他先的，是吗？是哦，我不知道要拿起来啊。那我也不知道啊，你辅导我嘛。好，放着放着，导演最大，不辅导我。来来来，贴贴贴，选一个送他。好好好，什么丑？丑的部分贴着贴着。我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我只缺身高，不然我觉得我其他都还好。好了，我跟你说，来主持人示范，等一下要这样子。张惠妹姐妹，这样 OK 吗？听懂？ Okay. 这样最正确。好，来、okay. 第二题哦，血池血池。第二题来，请放前奏。费玉清啊，难了，什么？这个是陈淑桦的。陈淑桦，哇哦，太帅了！哇，各位，各位，哇，我跟你讲，做好。我觉得你今天会输呢。我没有输过哎，我很讨厌输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让我了。哎、欸，你是水瓶座的，你是不是水瓶座的？哇靠，你这个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很厉害耶。我跟导演在对题目的时候，我听了半天，我完全听不出来。我觉得你们都是在阴我，你们那边我没有，我真的是公正，他完全没有看过任何题目。我早上是秒赢哎，没有看过哦，我没有看过任何啦。好好，来继续。好，我们第三题，你第三题搞不好你可以就是可以發揮。哇，他是前奏，还好来第三题，请放。我看着你，这是什么歌啊？请说，这个是费玉清的《一剪梅》。哇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完全没有做效果，哎，真的就是超厉害的。等一下，你认输吧。我想要，我现在非常尴尬。怎么说？我最讨厌输了。所以你还是加油啊！加油吗？对，你就加油了。你还有这一张啊？你还有很多题啦。时间差不多到了啦。马力车啦，没有讲话啦，没有。好，我来贴完，来贴贴贴哦。怎么办？你的脸好像有点小哎、欸。我称赞你耶，脸很小。嗯，当然啊，这个脸小是正常的。九张呢？九张。九张啊。好哟，那下一题哦、喔，这加油，下一题，来前奏琴。哎、欸，得得得得得得。终于，请说。来。等一下，给你五秒哦、喔。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只会唱没有办法答哦。雨蝶，你看他已经讲了。来，不对不对，不对吗？蝴蝶在飞。得得得，来，换你了哈。来，请说。这个是蔡琴姐的《恰似你》。你的温柔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我刚雨蝶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刚刚才唐恰似。你以为你是《还珠格格》？你是风儿，我是谁？不是这首啦。不是啦，我说我刚刚是真的。好了，不要狡辩了，直接贴。我刚刚有弹恰似你的温柔在前面。所以你要贴。哎，脖子的部分。所以你要检讨。脖子也可以贴。要彻底的检讨。我今天有刮胡子啊。好，来下一题。我觉得这接下来五六题啊，我觉得你可以扳回一城，真的，我个人觉得。好，来第五题，请。哒哒哒哒哒，哎，好，坐下，太紧了，你只有五秒，来，五、四，张惠妹的，三、二、一，说，来啊，张惠妹的什么？张惠妹的那个，
对，时间到了呢。好了，是吧？好，打错来，小宝。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张震岳。什么？爱我别走。哇！对，没错。等一下，这个高手哎，够高手哎。你要猜解脱啊！我一直输啊！你要猜解脱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贴衣服，贴衣服，差太多了，差太多了。哎，这是九张，你就是荣登哎。对啊，真是的。你是玩音乐的人哎，好呛，好呛哦！哎哎，掉下来，脸太有了，脸太有了。啊，脸太有了，怎么会有脸太有的问题？脸太有的问题呢？艺人管理紧张了。好，来下一首，下一首，下一首，加油！来。前奏，你至少要粘一张吧。我尽力而为了。好，来这首抢答，请放，请放。有了吗？得得，青海阿美青海啊，他先的哎，他先的、欸、导演，这导演谁？是不是先？导演算谁？小宝先吗？那你那何谓规则？法律都这样子了吗？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吗？好也是好规矩，照规矩，你那个耳朵掏哦，有听到那个海浪吗？哦有，哇塞，我曾经变过，那个不是杂讯吗？导演说送分啦，送分。太强了，等一下剩三题哦，你加油，你只剩三，哎，剩三，到你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守护者啦，好不好？来哦，第七题，第七题，请放，请放。第一人。爱过谁？齐秦的嘛。齐秦什么名字？曾经爱过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寂寞相随，不让我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。终于贴贴贴，终于他终于可以贴了。要看书，要看书。好，来下一首，下一首是个，来下一首，请放前奏。对脸上胡乱的拍，冷冷的冰雨，什么东西啦？刘德华，讲清楚，坐下，讲清楚。谁？然后是刘德华，什么歌？哎，我是不是记错？那是他的歌词呢？哦，来来，所以讲错还是错哦？我记得没有很冷呢。讲错还是错呢？我刚是听错吗？名字刘德华，然后嘞歌名啊，你是刘德华，刘德华对啊。他是像我呢？那个吧，挪威的。不是挪威，不是，不是吗？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小宝，这个是刘德华，没有错。嗯，冰雨。哇哦！哎，冰雨啦！十给他，十给他，好不好？好姐。好了，最后一首了，这一首就是直接惩罚啦。这首歌超简单，超级无敌。惩罚的就不会有我了啦，以后也会有你。好，来。前奏下，噔噔噔噔噔，说说张惠妹啊，你想懂你啊，答对答对，呜呼，我就是在等这个，不是这不是，不是还有还有，你是输的，不是我就是在等那最后一刻，我不想被撕毛啊，还是你还是没了呢，最后一首了呢，最后一首了，对对对，啊怎么还有天使？哎、欸，是我赢呢、欸，是我赢呢、欸，你很自然呢、欸，是不是啊？我输到底是不是？哎呀，来来来，你没有反对 ，mouse， 没有替人家惩罚的啊，没有了，来来来，这样怎么回答啦？好，哎、欸，主持人等一下，主持人计算，主持人计算，来两张贴纸，这边掉了，两张贴纸啊，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张贴纸，哎，恭喜我们的来宾获胜。好，来来宾获胜，来，请我们的客围把他手臂露出来一下，好好，那就麻烦你粘上去啊，大力给他压这样。我没有毛啦，真的啦，我都被大力的粘，大力的粘。我没有什么毛啊。粘好，粘好。真的啊。谢谢大家。看我们的，看我们的蓝色小游戏。要把它撕掉。好。啊、有吗？有吗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啊！还。
还有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跟我们的 IG 要记得按赞跟追踪哦。